我第一次认识到达赞的时候是那时候去做 part time， 然后因为要上大学，所以就问身边的人有没有认识的艺术学院或者比较推荐的艺术学院。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达赞，是因为那时候我在那边做工，然后他们都有遇到过达赞的学生，然后都觉得达赞是一个很不错的环境，而且。 那时候我才中三罢了，然后我去打算询问过后，才发现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学校，哇！然后因为他们的教育制度是我想要的，它会让学生去 explore 更多的东西。他的 scholarship 也给了很多的配套，当然可以帮助更多。 可能在财力上有问题的学生，这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啊。这样，我拿 Full Scholarship 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是减少家里的负担哦。加上，我也要 stand on my own 嘛，就不要让家里人为了我出这么多钱，因为这是我要读的东西，所以当然要我自己负责。 在达赞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当然功课也很繁重。虽然功课很繁重，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但 lecturer 也很和谐，很关心我们，不像是有一种 gap 的感觉，就是朋友朋友，我去用茶这样的感觉。然后达赞感觉就是一个家这样子，让你能安心的去学习。 然后去认识更多朋友，然后我觉得在达赞很好一点就是你会有一群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朋友，一起冲向你的目标，哇，这会让我很开心，而且你会有满满的动力还有热情。